ังพ่อยังเจ็ดใจถึงไหมใช่ที่จุดหมายที่ทางจากการนักกับซึ่งไปส่งแต่ที่เป็นในสถานก้าวไปที่ในเชียงเมืองด้วยสู้สู้ชิงเดือดไปเอาว่าด้วยปุ่มนี้อีกเว้ยด้วยปุ่มของก้าวไปบ่เว้ยถ้าเป็นที่เที่ยวถ้าเดียวอีกปุ่มนี้สาสีก็คือการตายคุณก็ว่าเป็นโลกเว้ยจับตัวทางก็เว้ยเอาดาวเวชเวกิปาบีนั่นก็ไปดูอยู่อาเป็นข้าวสารที่มีของชั่วสุดตุนคุณมีข้าวไปจับสองทางก็ไปเห็นเอาอาข้าวคุกกิ้งซ้อนหลบแฟนกี้ข้าวหลบแฟนกี้สุดตุนอาคุกกี้ไปห้องดันเจียงเอเดียวจอมเหนียวบกซูกับบกซูเหนียวอาจึงเลยไปว่าใกล้เรียนดอกแดงเลยที่จะไปข้าวได้ว่าอย่าไอ้ใจที่ทางว่าไอ้ใจที่ไม่ได้นั้นก้าวไปยากันเตอไอ้ไอ้ว่าที่กระดานเชียงนั้นไอ้ที่บุหงก้าวไปบอกไปเลี้ยวอาจจะได้ยิงหอกก้าวไปเราจะที่บีก็ไอ้ตุ้ยจ้าเธอ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อีกอยู่ป้าป้าป้าคิวที่ตุ้ยจ้าเธอใช่ไหมทักเสร็จที่เดี๋ยวอีจินเฮอร์เจ้าของอาทิตย์คนนี้จะอีกไว้คุณแบบไปห้องอาทิตย์ก้าวไปทางก้าวเจ้าไปจับตรงไอ้ที่ไปก้าวได้ว่าที่ทางที่กำลังเชียงอันตัวเชียงอันก็อีกก็จำมีสิจุนทางก้าวไปเช็คก่อนก็จำมีจุนอยู่ตั้งหลายทางก้าวอาจินอีอาอาคินีชีวิตดีดับที่บุกองก้าวไปเช็คก่อนป้าจิ๋วนี้อาอีคนนั้นไม่ตั้งหลายอาอุตโตเขาตั้งตั้งหลายอาเชียกำลังเชียงอันที่ชี้ได้สาระต่างชิ้นอีกต่อการเชียร์จูเลียเซียงตังจูเลียก้าวไปที่ตักโซ่ใจเสียด为着要传扬福音，助就兄弟姐妹的信仰生活，感谢你，予阮通一早起三甲主就敬拜服侍你。特别今仔日是清明的苏清追思礼拜，我要通过这个机会，通过上帝话三甲来思考，要安怎来孝念阮离开阮去的亲人，用追思，用孝念。来记得因在世时对阮的照顾、关怀甲帮助，求主你通过你的话来签名伫阮的中间，用你的话来感动阮。安尼感谢祈祷恳求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啊，今日咱教会要举行这个签名书信的追思礼拜，啊，咱通过这个机会，就是咱要用。怀念的心来纪念离开咱去的亲人，啊，用这款的追思的态度来孝咱的亲人，啊，来予咱表达咱慎终追远，就是咱的师大人，还是咱的亲人离开世界的时，咱真好势来甲伊设法丧事，然后咱来追思来孝念离开咱去的亲人，三。自古以来，咱人拢面对两个真大的问题。头一个问题就是，咱对什么所在来？第二个问题就是，咱离开世间了，咱要去什么所在？这两个问题，永远是咱伫世间的奥妙，也圣贤、真高的人，也有时无法度解答这两个问题。有一天，这个孔子的学生，这个子贡来甲伊问，讲离开世间四个人，敢有这个知觉，还是无知觉？孔子甲伊回答，讲我若要讲有知觉，恐惊伊的家己、伊的孙啊，会妨害伊的性命，来安尼，予伊知觉啊，这个无性命。我若讲无人离开世间，人有知觉，恐惊不孝的子孙，无爱甲伊安葬，无爱甲伊祭祀。啊，这个主讲无爱知影讲，这个死的人有知觉也无知觉，这个不是真今仔日真要紧的代志，以后你自然就会知影。过一个这个孔子学生，这个啊记录解问。讲服侍鬼神，通啊唔通？孔子甲回答讲：未通服侍人，兼会通来服
在滚。啊，这个基督教来问讲，安尼我问讲，人到底死的问题是安怎？孔子甲伊讲，讲唔知影生，啊，哪会知影迄个死的问题？孔子虽然是一个高人，但是伊毕竟是一个人啊，定对生死的问题，伊无法度完全的了解，完全的明白。但是伊有讲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伊先知人的生死何况，是天的作为，天的所行所作。最近离开世间的人，是毋是有知甲无知甲这个问题？伊无法度肯定来回答，但是对关于伊讲到有效孝道的教训时阵，伊讲生，该用礼来服侍；啊死，好好用礼该埋葬，啊该祭祀，该祭。所以孔子认定人死后，犹阁有些知觉，所以爱该用礼数。该祭祀啊，一礼数该拜。啊，有关这个生死这两个问题，这个奥妙问题，孔子用安尼讲啊，唔知影生，哪会知影死的问题？但是基督教圣经，咱所读的圣经，真明确甲咱指示，伊唔呐知影生的问题，也是知影死的问题。头一项。基督教圣经清楚甲咱讲，咱对什么所在啦？咱人是上帝所创造，圣经有讲，讲上帝用地上的土粉甲咱做人，佮将生命的这个气，甲伊分入伫人的鼻腔，这个人就正做有灵的活人。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七节，伊清楚描写讲。上帝将这个气分入伫人的鼻腔，迄人就成做一个有灵、有一通呼吸的一个活人。所以人称作万物之灵，人的本体原来是土粉。诗篇103篇第14节安尼讲：，若是人离开世间了，归于土，这就是指人的身躯会败坏，身躯会腐烂。会腐烂。当咱知影生最上帝所创造，上帝予咱这个活命，然后来想讲，咱一天离开世间了，咱要去什么所在？传道者这个所罗门王有安尼讲，传道书3章11节，讲上帝做万物，各按伊的时间正细碎，各将永生安置伫人的心内。世间人虽然有永生的这个心理，但是人死了、埋葬了，身躯、肉体会腐败、会烂去。但是，亲像咱稍稍读圣经，翻到3章16节到22节所读的，人亲像这个走兽，离开世间了，归伫这个土粉，因为看见家己的死，甲这个只兽的死拢同款。但是咱知影，上帝做人将这个活命一开，赏赐予人，予人真多有活命的人。所以人离开世间，身躯归伫这个土粉，但是灵魂却上天归伫上帝。所以传道书12章17节讲：土粉归伫土粉，尘埃归伫尘埃，灵归伫属灵的上帝。相属这个活命的困难的上帝，所以到底人离开世间了，伊有知觉还是无知觉？咱知影圣经的教示，答案真肯定。约伯伫约伯记19章25节到26节安尼讲：，讲我知影我会救赎主活着，未来伊要徛伫这个尘埃顶头。我这个属肉体的身躯灭绝以后，我要伫肉体以外看见上帝，我要看见咱的上帝，要亲眼看见伊，无亲像这个无熟悉的人的关系。所以约伯清楚讲，伊要肉体虽然败坏，但是伊要亲身看见这个
活命的上帝。耶稣讲到这个财主甲这个垃圾路的时阵，也讲一个真清楚的对比，真强烈的对比。垃圾路啊，甲这个财主拢离开世间，但是一个是伫阿伯拉罕的怀抱的胸坎的所在，一个是落到伫阴间受苦。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描写这个财主好亚人，啊，甲这个垃圾路的记述。人死了，但是伊拢有归属，有伊去的所在。所以你再看，人死了应该是有地界。但面对咱的亲人离开世间，咱会再去要举行这个追思礼拜，离开咱亲人离开咱去这个死亡的代志时阵，咱要安怎来看这个问题？咱的人生就是一段伫世间的旅游，一站过一站。人是世间，甚至讲讲，亲像行开，亲像人客。人客，咱去外口旅游观光一段时间了，咱就倒转来咱家己的厝。人出世就行上这生老病死、生老病死这条路。人无法度行回头的路，人有生也有死。比如传道书三章内面所讲，天的万般拢有伊的起，有伊的死。所以出世，咱渐渐行到有这个坟墓的所在。人有生也有死，这无论什么款的人，拢无法度避免。所以这个所罗门王在传道书第八章安尼讲。讲无人会通掌握生命，将生命家己加留一刻久的时间，也无人有通权力来掌握咱要离开世间的时间。这个境界无人会通避免。圣经有真侪圣经的经文，形容人伫世间是短短的人生物件。所以诗篇三十九篇的五十到六十有讲。诶，那亲像这个所长，这个手掌，啊，天当亲像一个影的关系，佮亲像讲暗时的一天，亲像困一醒，困一醒时间真短，亲像水流去，亲像鸟飞过，亲像一影渐渐安尼要落山，也是讲亲像云雾。风雨来消散，亲像草枯干，亲像花来谢。所以诗篇啊，还是新约圣经，拢描写讲人生是真短的时间，不管七十年、八十年、九十年、一百年，咱有一天拢得离开这个世界。但是咱基督徒面对这个真短短的生命、会死的生命时阵，咱要安怎生活？咱要安怎来面对这个事实？所罗门王在传道书第三章九节到十一节有讲，这个空虚的空虚，空虚的空虚，人空手来，到离开世界时也是空手倒转去。伊讲，我观看上帝和世间人的担，和伊在中间劳苦忧愁。将永生永远的活命安放在人的心内，安放在世间人的心内。所以传道书内面三章真清楚甲恁讲，咱是劳苦忧愁，但是上帝将永远的活命放在咱的心内。这个意思是讲，人有永生的一款的了解，有一款的意识。所以说，我们在传道书十二章第七十九讲，讲。尘埃归于土地，失去原来的关系。这个气息，也像这个灵，归于赐予人会喘气的上帝，赐予人有这个活命的上帝。所以说，就讲这个永生、永远的活命的意识，就是咱基督徒这个永生的观念的来源。但耶稣有讲起讲，伊有永生的道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书提到讲，这个生命的面向的时阵，清楚甲咱讲，人的肉体离开世间以后，
进入永远的活命。一世人过了，还阁有永远的活命通面对一切。所以，这个凤凰是人肉体的这个腐烂的所在的归宿，但是通过咱的灵魂地球，要到是永生的道路。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跟人讲，讲唔通遇到迄个非烂非坏的食物来操劳、来烦恼、来操心，也遇到存伫永远的活命的食物来烦恼。这个食物是人主必赐予恁的，因为被上帝已经印证。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清楚跟人讲，耶稣基督就是爱咱追求迄个未败坏食物，就是永远的活命。但永远的活命，永远永生的食物，要去什么所在来找？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安尼讲：，讲我就是活命的绵羊，到我家来永远未枵，信我的永远未衰老。这是耶稣给咱的一个保证，一个确信。耶稣继续在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节到五十一节安尼讲，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信的人就永远的活命。我就是活命的绵羊，恁的祖先伫旷野食玛纳也是死，也是对天降落来的玛纳的绵羊，互人食了袂死。我就是对天顶降落来赐活命的绵羊，食这个绵羊的人永远未死。我所要赐予人的绵羊，就是我的肉，是为着世间人得着活命来献出。所以，在圣经内面清楚甲恁讲，耶稣就是这个活命的绵羊。伫后礼拜礼拜日开始，就是受难就开始，咱咧少年耶稣会受难受苦。耶稣伫要用正式的进程，有甲你学生举行最后晚餐，就今仔日的圣餐。爱讲，这是我身躯，你着摕去食。这是我的血，我的为着恁放下的，恁流出的，恁着摕去啉，就到伊过来。所以耶稣讲，恁若食我的绵羊，就是永远的最大，永远的了。主耶稣搁伫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安尼讲。伊讲圣神赐予人活命，肉体无啥物路用。我对恁所讲的就是灵，就是活命。所以耶稣讲，伊要将活命，将要灵收赐予咱。接受耶稣的话，接受耶稣的教示，主耶稣的灵就是进入伫新的人的这个生命中间。安尼，咱的生命就要换新来变化，要成做一个新创造啦。咱的身躯对血气、对精油再生，咱的肉体要归伫土粉，归伫尘埃。但是，顶头生的生命要对上帝把咱生，咱也要倒转去上帝的所在。当咱行完一世人人生的道路以后，一定得倒转去上帝所在。这是一个信仰的人愿望。是信仰的人一个期待，也是信仰的人一个确信。耶稣讲，伫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来讲，讲你心内唔通要求八百，你信上帝也着信我。伫我的爸有真侪主题，若是无，我早已经甲你讲啊。我去原来是为着恁准备所在，若去我若去，不过为着恁准备所在。就要过来接你到我遐，我伫遐，互恁也伫遐。所以耶稣这款的应允，这款的答应，互信伊人真大愿望。就是耶稣给咱准备所在，伊给咱准备好以后，伊要过来带咱到伊的所在。耶稣讲，我伫遐，恁也伫遐。信耶稣人是甲伊甲耶稣永远同在，甲耶稣永远。我伫一个真欢喜快乐所在。啊，今日来讲，人生的道理，伫各种的宗教有无同款的讲法？但是主耶稣这个人生的道理，比其他的宗教搁较下真理，搁较通信靠，搁较通互人有盼望。安尼，
那么要选择，就是伫这个对事的礼拜中间，看见咱世大人在世时阵，也是咱的亲人在世时阵，你有虔诚信仰，有行伫耶稣所赐予咱这个活命的道理的时阵，那么因为安尼，通得到安慰，得到鼓励，咱的五万的通，甲你相款，行伫信仰的道路。用到一句话讲，见贤思齐，见不贤而自损。看到老的，咱欢喜甲伊同款；看到比咱较无老的，咱就要反省是安怎，咱安尼。耶稣开伊学生讲，耶稣学生安尼讲：公主啊，你有永远的道理，我要去归自罪，我要去找什么人？我已经是，搁知影你是上帝圣的。在耶稣甲彼学生的对话中间，学生讲出这么大的信仰的表现，信仰的个别，讲你主啊，你有永远的活命的道理，我要去活自主，我要去信什么人？我已经信你，搁知影你是上帝圣的。所以约翰咱头先读圣经，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八节，真清楚，看见学生的一款对耶稣的角色。也唔话，咱今仔日伫思亲对事的拜顺，也同知影咱的亲人在生出来确信，咱也唔忙亲像安尼有确信，知影耶稣是咱的活命，也是咱的归来。对有坚定信仰的基督徒来讲，离开世间是这个肉体的头发，劳苦求欢的是肉体的头发。在这个清明对事的拜中间。我咱明白圣经的教示，清楚知影死亡甲永生的迄个秘诀，我咱会通帮助咱，用会通好好来对待咱的亲人，啊来孝念伊，以这款信仰的态度来尽咱做人有效的道理，予咱的信仰正水见证，也予人知影讲基督教毋是无有效的宗教。基督教也是用真个在世，予伊个亲人、是大人得到真好个奉养、真好照顾，离开世间了，真好来甲伊设法丰富，然后会通常常伫教会内面敬拜上帝，来对主、来孝念、来感谢伊个亲人甲是大人，予咱伫即个礼拜真做主耶稣所欢喜、所感恩一个敬拜上帝真好滴。咱呾担心来祈祷，恩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赏赐予阮每一人有阮的是大人亲人。虽然伊离开阮去，但是阮伫清明的追思礼拜中间，阮要用诗歌，要用上帝话，用你活命话来做阮的帮站。因为耶稣，你有应允，要爱予阮有活命，有永生。的活命，感谢你这款的应允，感谢你这款的，予阮有这款的盼望，感谢你的疼痛，予阮今仔日在追思礼拜时阵，通过孝念追思怀念，予阮的心搁较有盼望，予阮的心无惊吓。虽然遮亲人离开阮去，犹有阮知影有一天伫天顶的所在，阮要甲伊三角见面，这是阮信你的人的盼望，也是阮的确信。求主你予阮的通继续。追求继承这款水的信仰，行在你所欢喜的道路，用安尼来尽阮有效道理，用安尼，予阮的世大人、阮的亲人伫天顶得到安慰，得到欢喜快乐，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